昨天都会有带你们去吃烧肉，对不对？分享一下。好，烧肉，烧肉，而且他吃烧肉还教我们就是那个正宗韩国吃啊，剩菜烧肉你把它加辣，嘴巴要够大，再加辣酱。分享一下今天的感想吗？今天啊，我们从今天早上超级无敌早，大概六七点就醒了，然后就一直在练那个今天的舞蹈。他们韩国啦啦队也很辛苦哎、欸。对对啊，是都没有休息。都会，你来到自己的主场有什么感觉？那最后多惠有什么话要对韩国的粉丝说？因为难得回来嘛。오랜만에팬분들만나뵙게돼서너무즐거웠고또저희가같이응원하러왔는데한번응원해서이겨서너무기쁩니다앞으로도람코트많이응원해주시고롯데자이언츠도화이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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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觉得自己更好。